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到场，同业大众，宜家用心，摄耳谛听。信向菩萨，崇拜佛言，世尊，富有众生，其形极丑，身黑如漆，两耳复青，双颊巨腹，泡面平鼻，两眼黄赤，牙齿疏缺，口气腥臭，撮短臃肿，大腹小腰，手脚僚立，楼脊突勒，肺衣见食，耳疮脓血，水肿干消，借赖拥居，种种诸恶即在其身，虽亲妇人，人不在意，若他作罪，横离其殃，永不见佛，永不闻法，不是菩萨，不是贤圣，从苦入苦，不得休息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，以前世时，为子不孝父母，为臣不忠其君，为上不爱其下，为下不恭其上，朋友不赏其信，乡党不以义从，朝廷不以其爵，断事不以其道，心意颠倒，无有其度，杀害君臣，亲临尊长，发国掠民，功臣破物，偷劫盗窃，恶业非一，每己恶人，亲临孤老，污谤贤善，轻慢师长，欺狂下贱，一切罪业悉具反之，重罪业报，故获私罪。尔时诸受罪人闻佛世尊作如是说，豪气动地，泪下如雨，而白佛言，唯愿世尊久住说法，化我等辈，令得解脱。佛言：若我久住此世，薄福之人，不种善根，为我常在，不念无常，造诸无量不善之本，后方追忆，悔无所及。善男子，譬如婴儿，母常在侧，与母不生难遭之想。若母去时，便生可养思恋之心，母方还来，悉乃生喜。善男子，我今亦复如是，知诸众生不求常住，故波涅盘。于是世尊即于受罪众生而说偈言：水流不常满，火猛不久燃，日出须臾没，月满还复亏，尊荣豪贵者，无常复过世，念当勤精进，顶礼无上尊。尔时世尊说此偈已，诸受罪人咸悲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众生作何善行，得离思苦？佛言：善男子，当勤孝养父母，敬事师长，归奉三尊，勤行布施，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、慈悲、喜舍，愿亲平等，无有二相，不欺孤老，不亲贫贱，护人有己，不起恶念。汝等若能如是修行，则为以得报佛之恩，永离三途，无复众苦。佛说是经已，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声闻缘觉即得六通三明，具八解脱，其余大众得法眼净。若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不堕三途八难之处，地狱修习苦痛安宁。心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思经？菩萨摩诃萨云何奉持？佛告信向菩萨：善男子，此经名为《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》，汝当奉持，
广令流布，功德无量。十诸大众闻说此法，一心欢喜，定待奉行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佛所说，大可不畏。相与今日，起不畏心，起慈悲心，成诸佛力，行菩萨道，念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。当为今日现受地狱道苦一切众生，现受恶鬼道苦一切众生，现受畜生道苦一切众生，广集六道现受苦者，一心一意为其礼忏，令此众生悉得解脱。我等若不勤行方便，转祸为福者，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。相与至心，当念父母师长亲戚眷属，未来应受苦报；意念自身，未来现在方应此苦，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至诚恳切，苦道用心，愿令一念感十方佛，一拜断除无量众苦。若六道中已受苦者，以佛力、法力、贤圣力，令此众生即蒙解脱。若六道中未受苦者，以佛力、法力、贤圣力，令此众生永得断除。从今日去，毕竟不复堕于恶趣。除三障业，随念往生，灭五部位，自在解脱。勤修道业，不修不习，妙行庄严，过法云地，入金刚心，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用心，摄耳谛听，善思念之。杂藏经说，时有一鬼白目连言，我身两间有眼，胸有口鼻，而无有头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，汝前世时恒作魁快弟子，若杀人时，汝常欢喜，一生皆晚，已是因缘，故受此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白目连言，我此身形常如块肉，无有手足、眼耳鼻等，恒为虫鸟之所啄啖，如是苦痛难堪难忍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，汝前世时与他毒药堕胎落孕，令诸众生命不全活，已是因缘，故获私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白目连言，我腹极大，咽喉如针，穷年足岁，不得饮食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，汝前世时作聚落主，自恃豪贵，饮酒纵横，侵其他人，夺其饮食，饥困一切，已是因缘，故获私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白目连言，我一生来有二热铁轮在两翼下，举身焦烂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，汝前世时与众作饼，盗取二番，夹两翼下，已是因缘，故获私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复有一鬼白目连言，我常以物朦胧其头，为人来杀，心生不惧，何罪所致？目连答言，以前世时淫犯外色，常为人见，或为夫主捉服打杀，常怀恐怖，故获私罪，此事花报，果在地狱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，岂得不人人生大怖畏？相遇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因作如是无量罪恶，如是等罪，皆因无慈悲心，以强欺弱，伤害众生，乃至盗窃他物，迷惑失道，
缠谤嫌善，做种种罪，如是罪报，于恶道中必受其苦。今日至心，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，普为六道以受苦者，当受苦者求哀礼忏，以为父母师长一切眷属求哀礼忏，以为自身求哀礼忏，以作之罪愿起除灭，未作之罪不敢复作，唯愿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莲花尊峰佛，南无净宝行峰佛，南无电灯翻王佛，南无法空灯佛，南无一切众德成佛，南无贤翻床王佛，南无一切宝智摄持佛，南无断疑拔欲除明佛，南无亦无恐惧威毛不束佛，南无狮子佛，南无名称远闻佛，南无法名号佛，南无奉法佛，南无法闯佛，南无须弥灯光明佛，南无宝藏庄严佛，南无旃檀摩尼光佛，南无金海自在王佛，南无大悲光明王佛，南无优波罗莲花圣佛，南无莲花须庄严王佛，南无金刚坚强自在王佛，南无殊胜月王佛，南无日月光王佛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常精进菩萨，南无不休息菩萨，南无虚空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大慈大悲救护六道，现受苦当受苦一切众生，令此众生即得解脱，以神通力断除恶道及地狱业，令诸众生从今日去至于道场，毕竟不复堕于恶趣，舍苦报身得金刚身，四等六度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勇猛精进不休不息，乃至尽修满十地行，还复度脱一切众生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。闻熏过旧果报随行，舍身应受战无停，善恶自甘成，渺渺冥冥愿佛放光明。南无发光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发光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发光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：佛身相好，巍巍恍若紫金山，法海澄清，皎皎犹如银汉月。菩萨圣贤应供于人间天上，辟支罗汉说法向此界他方。三千刹海之明灯，百亿昏渠之皓月，躬身莫测，得后难量。作三界之权衡，见三十之佛事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修从慈悲道场忏法，自当第三卷功课圆满。三昧行人出入三时，归命三宝，端饼一心，热五分之真香，散三春之花蕊，盘成妙供，欧饭香茶，中庆和鸣而梵音深妙，奉经行道而淹没禅思，所作从心总生回向。